是哪哪国国人人。你是哪国人？你是哪国人？我是澳大利亚人。我是澳大利亚人。你的三层，312312. In the room number or telephone number, E is pronounced as 幺。你的教室在三层312。你的教室在三层312。谢谢。